要沟通。人交往的对象有时候为什么被他所吸引，很难形容。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如果你交往的男友是个有帮派甚至黑道背景的人物，哇，甚至是位大哥型的人物，你究竟怎么跟他交往？你为什么会被他所吸引？你的家长怎么看？当分手的一天来临的时候，会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跟黑道朋友交男友，内情值多少？我的男友是黑道，爸妈听了屁屁错啊！今天邀请到的是两性作家刘中威老师，以及亲子教养作家侯光本老师，和我们一起听听女儿和大哥在一起的故事。刚开始我是以为他是小混混，可是后来发现他不是一般的小混混，连插联啊、插海啊，很多老大都想要找他去就是篡位什么的。那他怎么会让你有安全感？当阿宋啊，这种不好。和黑道男友交往好恐怖，生命安全没保障。因为跟男生出去他不准，然后后来回到家之后他就这样抓我头发。后来交往九号跟我讲说什么，你不要给我偷吃，你偷吃你去认识别的男生你就死定了，他到时候会泼我凉水啊，然后把我腿砍断啊。有了黑道男友，人生也跟着沉沦。他还是有救的，他虽然是黑道，可是不代表他一辈子是个黑道，因为他有在吸毒，我可以改变他，用爱可以感化一切。结果没想到我最后也跟着他一起撩了皮。跟黑道的朋友做情侣，我自己是没有过这种经验。我们先来问我们这一边的长辈们呢，我们五十位家长，自己跟有黑道背景人交过交往经验过手的有没有？哎呦，只有马一位啊，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你一位，比例太少了。哎呀，我的天哪！妈妈告诉我，我好像也染黑了。你的交往背景的这位人物，其实我们约略也都知道，是一位大人物啊，而且是在国外，对不对？这个是后期的。嗯，然后呢，当初为什么交往的时候知不知道他就是一个黑道人物？对，我看第一眼就知道。嗯，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我第一次到日本去观光，然后我上了计程车，我妈从后面追来。他说：“你到日本哦，那个头发短短的不要交哦。”哎，结果第四天我就交，就那平头族的那种。对对对，山口组，我就认识他了。他不是山口组，他是东京那边的叫道。黑道人物对一个女孩子或对感情来讲，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吸引力？他们有没有特别的作风，会让你觉得这个男的特别有男性味道？就是他大概是200%的男子汉。嗯，男子汉的样子。那我们这个没会黑道人就是什么？您是书生型的，书生，奶油小生型的。我问您两个问题：你觉得这段交往过程对你一生来讲是一个很值得回忆的，还是一个错误？我不觉得错误，因为我要交往的时候，或是我要嫁他的时候，我都有想过，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后悔？我想过，想通了，我想我不会后悔，我就做了。那今天如果年轻的一辈他们交往一个固然没有是那么大条的一个人物，但是也是有黑道帮，可是渐渐会大条啊。好，这话讲得好，他未来有可能发展。对啊，你会赞成年轻的人去交往一个明知他有黑道或帮派背景的人呢？愿意交这男友，站在一个妈妈的角色，你会赞成吗？因为以前我交往的对象都是比较很温柔，你叫他走东他就走东，叫他走西就走西。后来我觉得这样也不够刺激，所以我就找那种型的，换一个型。我知道我跟你交往就不够刺激。没有，我爸爸就是这个型呢。说了半天，好，我们这边年轻的朋友们，我问一下你们，刚刚我们看到妈妈她的经验，我问一下你们的自己，雅欣，我们从你开始，你的交往是什么样的人物？我那时候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有男子气概，就。很 man 那样子，就是感觉他好像很会就是照顾女生。嗯，对，刚认识的时候，然后他又刚从国外回来，然后那时候跟朋友自己就是经营一间小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的好像还蛮正面。他有在你面前去吆喝吗？或者是在你面前对别人开始指挥别人，或对别人很凶狠？他有在你面前为了保护你而做这些事情过吗？就。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很有安全感，因为譬如说，如果我们走在路上出去，就是有人就是想要就是可能要跟你搭讪，或是对你有一些比较失礼的行为的时候，他就会出来帮你挡。还在那个追求的阶段的时候，挡过吗？有。怎么样？形容一下。没有，就是他，我
我走在路上其实是不太看人跟路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有的时候可能你穿短裙或是短裤走在街上，就会有那种比较色的，就是阿伯类的人，他可能会走过来，就是跟你说吹个口哨，然后说哦小姐很辣哦什么之类的。然后以前我们还他还在追我的阶段，他就会出来帮我挡。那他可能就是有可能会推他一下，或跟他说。阿伯再也不敢吹口哨。对，对，然后而且，然后要不然就是他就可能会走出来，跟他说你干嘛，然后就可能夹杂一些小小的三字经这样。好，就从你的话跟妈妈的话，我们就来问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个问题，我们只想研究究竟为什么有些女孩子到目前来讲，和我们今天六位，他们会觉得用男子汉或者是男人气概这几个字来形容所谓的有帮派或黑道背景男人，究竟他被什么所吸引？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交往这种男友会让你感到威风，甚至套用你的话，有安全感的，请答圈。你认为这是吸引的因素之一？交往一个黑道背景男友可能会让女孩子感觉到威风，甚至有安全感。同意的请答圈。我们一起来作答。你觉得交往一个黑道背景的男朋友会不会让你感觉到威风，甚至有安全感？年轻朋友只有23位家长当中，其实只有妈妈一个人交往过，你们有什么安全感？根本在幻想，对不对？根本没有交往过。那我来问一下，有其他跟我们雅欣一样作答的，12号你开始，您男朋友是什么时代交往？怎么会给这种感觉？国小三年级跟他。三年级就有安全感，不得了。对，你老师欺负你吗？国小三年级到国三毕业，我们交往了7年。他是个什么样的背景？他是我班上的同学。OK， 对，然后我刚开始欣赏他是因为他的外表，就是很多人说他长得像刘德华跟吴奇隆的综合版。嗯，对，就有点坏坏，就是很 man 的感觉。然后组合变得很奇怪、啊。就鼻子很挺，就很帅，然后。他会玩，然后又帅，然后又会念书，所以他在学校是风云人物。后来是在一起半年之后，他跟我说，就是事实上他有帮派的背景，他是竹联帮的，对，然后还有他的一些亲戚表哥啊，那些都是，然后家族的，对，然后说就是有机会的话，就是介绍给我认识。后来我有看到他表哥那些，就是。刺青啊，然后都是穿黑衣的那一种。这些事情都没有吓到你吗？事实上，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内心有点吓到，可是我表面出来就是我让他觉得说，哦，就是原来我是大哥的女人。你回答说他给你有安全感，甚至给你感到威风，是什么事情？你告诉我。就是以前学校就是放学都会有那个纠察队。对，然后都要拿一个那个杆子嘛，然后就有男生就是很爱闹我、欺负我，就是故意挡我不让我过，还是故意就是拉女生的那个内衣肩带，然后因为我都尽量要把事情就是压下来，所以我都不会去跟他说。可是因为他背后的小弟实在太多了，所以总是会有眼线去跟他讲。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下课的那个10分钟。他带着20-30个小弟，就很壮观，然后到那个闹我的那个班上，的那个男生班上，然后把他找出来，然后就警告他，第一次警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就是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那就是你就试试看，对。所以这件事让你感觉呢？就是很危险，对，因为就是在路上啊，在校内校外，大家看到我都是叫我大嫂大嫂，对，那时候，对，然后就觉得就是很有面子。我觉得意外是，天哪，他从国小三年级就认识像这样子的大哥，就是大嫂了。嗯，可是这个三年级的时候，你还不会谈恋爱吧？就是那时候是不是还在很小孩的阶段，你就知道你是大嫂哦？所以12号你那时候就自认为被他所保护，是不是？他保护你的？对，就很有安全感。然后还有那时候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校外都有人会进来收保护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7个女生，就是称自己是七仙女，就进来学校收保护费。然后那个女生那7个女生就是会到各个班上，然后点几个。就是要收保护费，然后没想到就是他们有点到我，可是他们不知道说我是大哥的女人，对，然后是小弟跟他们讲说，就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物吗？
然后讲了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我是学校最大条的，原来是学校的第一夫人。对，有一次陪他运毒，从桃园运到那个新竹，结果我们在路上遇到警察临检，不好意思哦，那个行照驾照麻烦一下。结果一看到他有前科，就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两位都下车。第一个念头是完了，我的人生毁了。大哥女人不好做，小生威风也要拿自由冒险，陪着男友运毒却遇上临检的他们，究竟该怎么办呢？然后讲了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我是学校最大条的，原来是学校的第一夫人。对，对，然后后来就变成 我都不敢问你什么学校了，对，这么复杂的环境，请问是小学吗？小学，我跟他从国小教到国三毕业，对，七年。天哪，不得了。好，十三号你呢？哦，我跟我黑道男朋友那时候交往快五六年。在哪里？什么时候？怎么认识？是在泡沫红茶店，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打工，然后他每天就是带很多人去捧场，然后刚开始我是以为他是小混混，就是很不喜欢他。对，然后他就是热烈的追求，就是有被感动了，就是有跟他交往。可是后来发现他不是一般的小混混，他是什么样的人？就势力还蛮大的，对，就是连插联啊、插海啊，很多老大都想要找他去，就是篡位什么的。嗯，对。然后出门的时候，他就是都会带很多小弟，譬如说，哦，他那时候追求我的时候，带我去唱歌，他就叫十几个手下在旁边帮我拍手。对。对，那你一定是唱得很差的。没，拍手唱得差，打什么的？没有。然后就每天都教他的手下，就是送爱心便当啊，然后去买最贵的水果，然后就是送去店里给我吃。好，那他怎么会让你有安全感呢？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那时候十几岁，是讲一句难听，就是虚荣心，觉得很威风，当阿寿啊，为什么不好？对啊，而且出门逛街就有两个小弟在旁边提东西，开车接送你。对，那时候是这种心态啦。嗯，然后安全感也是会有，就是哦，对啦，比较不会被人家欺负，那是真的。换言之，如果他为了保护你或为了你的理由去伤害别人，你也觉得无所谓？那时候其实没有想。比如他去教训别人，你是觉得对的，他是为了你，有没有做过？他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是没有，可是他手下有做过，就是曾经我们是跟姐妹去喝下午茶，对，然后他就是一样就会叫两个小弟，但是没有跟我们坐同一桌，就坐别桌，然后别的男生过来搭讪，他就看到，他的小弟看到就马上站起来，就是把那个男生赶走、推走，然后用脏话骂他，对，就是还没有到动手这个地步，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感觉很有安全感那种。所以你不觉得是件，你觉得他做的不是一件坏事？那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啊，对，那时候就是年轻爱玩。好，二号你是按一个叉的，你也交往过有黑道背景的男朋友吗？对，有。是什么时候？那是三年前，我跟他在一起也是三年，他是我网咖的客人，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那种吃槟榔的台客，我就觉得哦，好台好帅哦，太特别了，你看到你太特别了，一看到他就觉得好 man 哦，我就自己主动跑去搭讪他，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现在玩什么线上游戏？好好玩哦，可不可以教我？我好想学哦。你们老板怎么会雇你这种店员？没有，因为台客他们本身就那种有一个，他没有跟你讲三字经哦，你这样就问他，可是我觉得那很有亲和力。就是懂不懂？你好，你好，什么的就好。然后呢，你开始跟他交往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我印象中的帮派是那种电视上面新闻演的，你会就是会去迷奸别人，会去强奸别人。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的前两个月，他完全没有碰我，然后连牵手他都还会问我说：“我可以牵你的手吗？”嗯，对，我就觉得好绅士的黑道哦，反差很大哦，突然他变得很斯文。对对对，我就觉得好像跟电视上面演的单纯的流氓，单纯的什么单纯的流氓？那你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并没有给带来是一个有安全感呢？有一次陪他运毒，从桃园运到新竹，结果我们在路上遇到警察临检，然后他的车上很多毒品，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第一个念头是完了，我的人生毁了，我如果被警察抓到了，我真的我为什么今天我会搞得自己就是。怎麼會變成這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不打自招啊？没有，已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那好几年前，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遇到警察临检，他又有前科，对。然后警察就说：“一开始是问说，你们有没有喝酒？”然后说：“没有，没有喝酒。”他说：“不好意思，那个行照驾照麻烦一下。”结果一看到他有前科，就说：“
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两位都下车。我那时候紧张到我快哭了，可是要装镇定。然后他就稍微看一看车内，还好那警察应该只是稍微看一下而已，没有怎么样。后来回到车上之后，我就觉得说，我未来我真的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嘛？我会不会哪天我也一起进去了，然后之后后半辈子就一直在里面度过了？你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万一在那时候你真的做了一件坏事而被抓到的话，你今天这辈子真的是不一样了？嗯，对啊，我就觉得我爸妈生的我应该白生了。所以交一个黑道男朋友究竟对你是有吸引力的事情，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有吸引我的地方吧，可是我觉得在他身上我找不到安全感，因为我觉得好可怕，他哪天离开我或我自己也跟他一起。其实刺激有没有安全感，不过有人不是有追求这个。我想问一下我们老师，我们听了一些基本上对黑道的男朋友或者是一些少女的因素所吸引，您看到什么？好，我觉得安全感这两个字听起来非常吊诡，就是我安全是因为我相信很多女生你们跟黑道谈恋爱会觉得他有安全感，可是刚刚二号例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事实上可能是更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会随时跟他说再见，就是永远的诀别，这样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样。然后还有一点是刚刚你们说安全感的时候，我发现我听到的十二号跟十三号的故事好像不是大哥给你们安全感，是他的小弟给你安全感啊，有没有？我是绕了二三十个人来围剿，然后或者是小弟帮你拎包包，小弟帮你开车门，那大哥到底在哪里？就是你男朋友到底在哪里？我看不到他的安全感在什么地方。还有十二号的那个可爱的女生一直说当大哥的女人是很威风的，然后或者是很有走路很有不一样的感觉的，可是其实如果大家常常看电视电影的话，大概也会知道大哥好像最不缺的就是女人呢，嗯，对不对？大哥可能比较缺的是戴罪羔羊啊，帮他顶罪的啦，帮助他跑路的啦。那个时候真的要去做亡命鸳鸯吗？对啊，所以问当时你的朋友身边就只有你一位女士吗？不是。所以他很多呢，他可能保护了很多人呢、啊。是，哎，这也是我那时候就是看不清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就很大男人嘛，然后我们在一起之后没多久他就失业了，然后后来呢他就很认真的就是花天酒地，跟就是喜欢去夜店啊，跟兄弟鬼混啊，或是喜欢跟女生搞暧昧，但他很聪明的一点就是他把我禁锢在我自己的家里，就他平常不让我出门，所以我都无法亲眼看到他真的做了，譬如说跟人家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我都是最后才知道，或者是他如果去夜店然后跟女生就是暧昧有亲密动作，都是我的朋友事后打电话告诉我。那你究竟在他心中是地位是什么？我那时候很傻，我觉得就是我的爱可以拯救他，因为我不希望他就是在失业之后又一直就是打网咖、喝酒、玩女人这样子过下去。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觉得因为我爱他，我可以把他从那个就是很黑暗的深渊里面拉起来。但是就是那时候就太天真了，后来发现就是其实这是他的本性，我误会了。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题目很简单，追求一个有黑道背景人，你会不会担心危害？我们不说你自己，往往你自己先陷在爱情里面，可能不会觉得自觉。你会不会担心他对你的家人的安全会带来威胁？交往一个有黑道背景的男生，你觉得会不会对家人的安全带来威胁？你认为会的，请答是。你觉得不管你自己，你自己也许爱得不得了，但是你会担不担心他给你的家人会带来安全的威胁呢？几乎百分之百，那四票是误差啊！妈妈，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家人？因为我认识一个黑道，他是南部的兄弟，他就是后来就嗑药，就女朋友就跑了，女朋友跑了，他就去他家，把他女朋友叫下来，结果他哥哥下来，他就先杀了他哥哥，又杀了这女的，一次杀两个人，就判了10年出来后来。老实讲，混黑道你要杀死人了，一关关10年了，你也不要再活了。他出来1年多，他就自杀了。因为跟社会脱节嘛，没有办法生活了。
因为我之前那个男朋友，因为我们才刚分手，可是那男朋友跟就一般想象中什么刺青啊、什么戴金项链啊、礼平头那都不太一样。他是我朋友介绍给我的，那他那时候已经有说了，我那个男生他很专情，然后他就是只交过女朋友，那他想要找一个可以就是跟他走一辈子的那个女生。然后我想说，哦，那可以当个朋友啊。结果我以为是这样想象的画面，结果车门一打开，他整个超斯文，就像主持人一样，那超斯文，然后戴个眼镜啊，这种。可是他吓到我，因为他第一句，因为我那时候要吃晚餐，他第一句话跟我讲说：“哎、欸，被假虾米啊，被肉包本喝不？”然后我就想说，台对，变很台。然后想说，然后想说，好啦。可是他还是那种很可爱的一面，然后他感觉他不敢正视我眼睛，哎，他会害羞，对对对。我就被他这样吸引住，想说铁汉柔情，对对对对对，就那一种。对啊，然后后来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就是有在交往之后。后来交往9号跟我讲说什么，你不要给我偷吃，你偷吃你去认识别的男生，你就死定了。我跟他说我之前女朋友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他到时候会泼我冷水啊，然后把我腿砍断啊，什么都讲一些很狠的话，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他讲的话是带着微笑，还真的就是讲狠。他是微笑讲，可是我觉得是冷面笑讲，就是冷，就是冷冷的笑，对，很可怕。泼你冷水这样的话说出来，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可是我想他只是开开玩笑吧。天哪！那时候你的家人知道你跟他交往吗？我家人不一开始不知道，我只是骗我爸妈说他是商人，因为他的确是商人，是交易啊，是买卖。而且他说他自己的女朋友之前曾经夺命连环扣2个月，就是他女朋友，他为了找到女朋友，然后找到他爸妈家里，找到他阿姨家，全台湾只要找得到就找到，因为他朋友手下太多了。那这个男朋友你后来怎么跟他分手的？哦，因为我们就是有协商，因为其实我们分了10几次都分不掉。因为就是一个就是想要分，然后一个就挽回，一个想要分，因为是舍不得啦。是舍不得还是害怕？舍不得跟害怕都有，对，都有，就是很紧张，想说，我会不会哪一天就是万一他真的想说，因为他说你认识别的男生你就死定了，他这样跟我讲。就很可怕，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然后我朋友都说你赶快换电话，然后赶快把房子赶快不要租了，赶快。其实当下你应该很高兴。觉得他那么爱我，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可是很紧张，想说万一真的泼我冷水，我真的是就死了。我才22岁，很年轻，不想要死他手上。最后你是拖了很多次，然后最后才让他的情绪平静下来，才分得到手。就平静下来，后来就是我们有和谐商说，其实我们真的不。万一你不顾虑他的情绪，你觉得对你的家人会有危险？我想到说，我全部都想过，想说万一我真的怎么样，如果他找我爸妈麻烦怎么办？我曾经想过，因为其实他对我打电话一直骚扰。上次还叫做谈恋爱吗？分手的时候还想到全家可能被他如何如何。嗯，就当下其实还蛮开心。你是爱人还是仇人？现在不知道了，可之前是还蛮爱的，相爱嘛，对啊。在分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安全。14号你呢？我不知道，可能是混黑道的人，我都觉得他们疑心病超严重的。你怎么知道他混黑道？他自己讲的还是你看出来？他自己讲的。他就是自己讲说，他刚出来啊，然后因为什么案子被关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都全就是诚实的跟我讲。他刚刚服刑完出来。对，服刑完。犯的是什么罪？伤害罪吗？掳人勒索。对啊。这也。你听了第一时间的感觉是什么？就哇，掳人勒索啊，就其实就是也没有太多想法。你很想认识前科犯人。我就是想说，我靠，你们屌。不，一般的人反应会有一点戒心，你难道都没有吗？没有我没有想太多。对啊。那接下来呢？交往的过程呢？接下来就是疑心病很重。有一次超夸张的，我跟我朋友出去，因为跟男生出去他不准，然后我就跟男生出去，后来就是男生送我回家，被他看到，因为我家住5楼嘛，然后没有电梯，然后他就看到那男生送我回来，然后他就冲下去找我，然后之后啊，就是那时候他一直打给我，一直不敢接，然后我想说我去先找我朋友。就是在那个路上他又打来，然后我就接，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在哪里，我说没有啊，我在我朋友家，然后他就从我后面走过来，他说你来，然后就这样子靠着我的肩，就是你跟我回家，然后就回家说我看到一个男生送你回来，然后怎么样，然后就赏我两巴掌、可是不是通常就是在外面会就是 会打女生吗？就是你觉得那时候他很 man 吗？是，我不知道，很凶暴吧？就是那时候的感觉就很奇妙，也不会说也是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了，对吧？因为我不应该跟男生出去，对吧？你反而觉得被他打的是应该的。好啦，就是好像有点病态，对我错了，很甜蜜啊。然后你们的感情又继续这样的交往？对啊，继续交往。后来我们那一天隔天过后又有吵架，去朋友家，然后因为小事情起争执，然后后来回到家之后，他就这样抓我头发。
面对黑道男友接连的暴力相向，她会继续留在男友的身边吗？然后你们的感情又继续这样的交往？对啊，继续交往。后来我们那一天隔天过后又有吵架，去朋友家，然后因为小事情起争执。然后后来回到家之后，他就这样抓我头发。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放开我，对啊，然后说那时候我就想就是已经有点害怕，我说那你不要，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然后他就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看他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很可怜，然后我就说好吧，那就还在一起，因为他那时候原本要走，叫他不要走，叫他留下来，但我保证他还有第三次，就是有啊，还是有，可是是恐吓，他还没有真的动手。他有一次也是那时候他是高雄人嘛，那时候他要回去报道，陪他回去报道，然后反正也是因为很小很小的事情起了争执，然后因为他家人在楼下，然后我们就去他房间讲，然后去他房间讲，他就因为我脾气也很拗，我就跟他就是硬碰硬，然后顶嘴，然后他就拿就是有一种芳香剂，它是玻璃的，然后他就拿起来就是做事要打我，然后我就真的吓到，然后就是不敢再唱球，然后后来我就把就是讲，我说你现在在干嘛，然后就把那个芳香剂拿下来，然后后来之后他就说要载我去坐车，然后说什么要让我知道，就是让我知道他的厉害，让我就是不敢这么嚣张，然后把我载到那个就是田间小巷，对啊，然后因为其实真的很害怕，然后就是哭了，对啊，就是狂哭，然后他就说什么哦，你干嘛要哭啊？如果你不哭的话，我就是意思好像是说，如果没有哭的话，他就动手打我。对啊，然后后来就载我去送我去坐计程车哦，然后我就真的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很白痴，送我去坐计程车，然后我已经坐上去了，然后他就在那边又在那边敲窗户叫我不要走，然后我就又留下来了。女人有爱一个人的时候哈，一定会一直原谅那个人，而且我是觉得缘分也还没有完全切掉，你还是会跟他在一起，等哪一天没有缘分的时候，夫妻也一样啊。就哪一天没有缘分的时候，一样就是离婚，要不然就是死一个。是他已经被打成那样，这个所谓的缘分打成那样，我也被打好几年呢。我也情愿被打。不，你们打，我就问说，你用情愿两个字，他也在那边也是反复的。为什么你们在第一时间看到危险都不愿意分手的？等等，那我这边有一个意见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报告显示说，有些人他其实被打的过程，他搞不好是一种享受，因为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离不开这样的关系。我觉得你都研究什么人啊？变态心理学啊，就一些自虐型的人，陪林医院的人。不是，因为有的人他会习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不愿意跟他离开，或者是说他可能跟这个男人有一些性爱，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各方面的交。可是他们的安全基本上都已经稍稍危险了。不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说什么，我觉得这个经济上也是一个点。如他可能有为你的生活他有在照顾，有没有？就像我的生活，有啊，他有照顾我。对，我的生活也是，我还要养小孩。你打了我，我跑了，我靠什么生活来养小孩？这个经济上的问题非常的大，所以他是有一个依赖性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某一种程度，特别是女人在这种家暴或被打的环境当中，她特别是在她的工作或者是她的经济能力不能自主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他们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当中去忍受这个关系了。就我跑去朋友家住啊，整个躲起来，然后电话也不接啊，然后整个换掉啊。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室友开门的时候挤进去，然后在我房间等我。然后一直等不到我，然后我朋友跟他讲说，我不会回来，我已经搬走了。然后后来一直到就是我很蛮晚的时间，我们家就是有就是男生室友回来了，然后我们就是我朋友就跟他讨论那要怎么办。然后那男生室友就说，那不然我下去跟他谈一谈。对啊，然后他们就促膝长谈了蛮久，然后我朋友真的是听不下去，就直接把我那个男朋友赶走。然后他是跟我那个男朋友说，保证说我会打电话给他，给他一个清楚的交代。然后他也保证说不会再来纠缠我。可是就是他之前就是大概六月初的时候，还有在传简讯给我，就是恐吓的一些话，对啊，就是那时候还一直在想说到底怎么办，因为他说什么七月份要来找我，然后说什么就是要跟我过七夕情人节。然后我就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我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去报警？然后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去报警，就去警察局备案。然后想说至少这样子，如果哪一天，可能我受伤头破掉，还找得到人。所以十四号，你现在觉得你自己的安全还是有一点危险？
现在我是不担心啦。我是意思，我们今天要不要把你脸孔遮住？播出的时候呢？对啊，他会来找你麻烦吗？说实在话，你心里完全放心了你其实这段感情吗？还是心里面还是有些忐忑不安？这不会，就想说他来就来了，了不起头破掉而已啊，不然怎么办？这不是解决办法吗？这么豁达吗？我已经报警了啊，了不起就是真的是就只能这样而已啊，对啊。好，听完他们几个，哎，十三号。打马赛克，顺便连我也打，因为他没有认识我。天哪，说一下，混同一个帮派的吗？他的男朋友，那也许你了解更清楚，他男朋友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危险？其实有，我们都一直劝他说叫他跟他分开，但是他真的是变态，被打了那么多次，他还是不愿跟他分开。对，然后我们就会常亏他，他除了长得帅，应该就是有一好楼另外一好啦，就是肢体呀、啊，肢体嘿，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劝他，就。她那男朋友很恐怖，就是还会甚至打电话到我们公司问她有没有来上班。对，就是夺命连环 call 哦，就是打一直打一直打打来公司哦，就是她有来，我们敢说她都跟她讲她没有来，不敢说她有来。对哦，我要讲一下我的那个比较不一样的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怕她会杀了我还是干嘛的。嗯，对，可是没想到我一跟她提分手，她掉眼泪了，然后跟我哭。喜极而泣吗？没有，他很难过，然后跟我说可不可以不要分开。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怕他会动手什么的，他没有打过我，他对我很好。然后可是我还是会怕，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不然我先，因为我那时候跟他同居嘛，我说那我先搬回家里面，因为我想我爸爸妈妈，那你让我回去，我们之后还继续联络啊，继续谈啊什么，没关系，我们还是在一起，就讲表面好听话。结果他就跟我讲说，没关系，如果你要分的话，我让你走，我跟其他人不一样，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不要，我真的很需要你。可是后来就最后还是分了啦。然后分了之后，他真的就都没有打扰我，对。然后偶尔说，哎，情人节还是什么，就传简讯说生日快乐，情人节快乐。那我会一辈子保护你，就类似这样子。所以他是个很平和的分手，对你。对他是我那时候就白担心的。对啊，你这个其实感觉是真性情的好男人，他并没有就是还是他还有另有目的在后面骚扰你或纠缠你或是揍你这些都没有。哎，没有没有，他对我真的很好。对，就那个时候我本以为说他会不会来砍我家人。那你告诉我们家为什么你的朋友跟十三、十四号他们的情况不一样，尤其十四号，他其实也是算孝顺的小孩啦，对啊，然后他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是有在就是碰毒品的人，我觉得可能是这一点让他更神经病吧。可是我那个也是有在碰毒品，他海洛因。对对对，也是海洛因。讲出来可以讲出来吗？是就是，我不知道，就是神经病哎。对，他是抽烟哎。哦，抽那个哦。所以我们都想问一下，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种结果？我觉得你们算是幸运全身而退的，因为我们看报纸上很多例子是要你要离开的时候，他开始用毒品控制你，那就很恐怖了，你根本不要想走啦。我爸妈只是怀疑，因为我讲电话有被偷听，被我爸妈听到过。对，那他们也没有直接去找那个男生谈，他是请那个道士来我们家做法。解决方法。对，然后还在我门口撒盐巴，然后给我喝那个符水。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夸张，而且他们没有直接去找那个男生，对，他们是用一些比较另类的驱魔，驱魔，对，就是邪灵退散的方式吗？对。你自己的交往那段过程，跟家里有没有公布他的身份？我妈只有一次在楼下看到他送我回家，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感觉不是善类。然后我妈有一次就问我说，他这个人是做什么的？怎么长得像土匪？然后我就说，哦，他现在那时候因为他刚好失业，就是无业游民，我就说他没有在做什么。然后我妈就想说，他就说那你就是要跟他保持距离哦。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算是已经跟他在交往了，但是我妈不知道，他是到后期就是我被禁锢在我的家里，然后又发生了很多，譬如说他殴打我室友的表弟的事件，然后或者是他去外面打架，或者是在我们家闹事被警察来驱离，发生了一连串很惨烈的事情之后，我妈才发现，哈，原来我女儿真的是在跟一个，真是交一个土匪。对，她那时候才知道，完了，惊觉已经很严重。找道士也太迟了。对，但是其实那时候已经大概交往就是一两年的时间。那后来你们的分手，妈妈有没有介入？
其实我中途很想要分手非常多次，因为他虽然没有危机，直接危及我人生的伤害，但譬如说如果他心情不好，他可能会摔电脑，或是他可能看到如果我家里有出现男生，就是我可能我朋友的表弟从美国回来，然后他只是在客厅被他看到，他就去揍他。他其实已经危害到我的朋友跟他的家人的那个生命安全，因为后来真的闹得很严重，是到警察来把他驱赶走才走。那因为太可怕了，又挡不住，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劝我很多次，希望我就是可以跟他分开，但那时候就是有一种鬼遮眼的感觉，就是觉得一心觉得就是我很爱他，我不能离开他这样。然后最后到后面，还要救他啊，对，我那时候真的很想要就是用我的力量把他拉回来，但是我后来发现那次我太天真，然后到后面情况已经就是完全不可开交，然后我妈就来规劝我，就跟我说就是他看我这样子自己在家哭，然后很不忍心，然后以及就是发生这么多可怕的事情，然后他本来前面两次规劝我都还是就是爱到卡惨死的那种路线，我就还是坚持，直到最后一次，我觉得这真的是要跟大家讲，这真的是要你自己清醒了才有用，因为别人那时候好朋友家人不断的拦阻你，你那时候深陷在那个爱的漩涡里面的时候就是爬不出来。到最后是我有看到一张就是他跟我的朋友女生亲密的照片，就是在电脑里面。谁给你看的？就是那时候我在他家用 MSN， 然后我就不小心看到他桌面有一张就是女生寄给他的照片，就是写礼物，就写 gift， 然后我就想说是什么，我就把它点开，天哪，就点开之后就是那个就是我这一生没有看过唯一的一次的证据，因为以前他在外面花天酒地或是打架我都最后知道，那次是我真的眼睁睁看到，而且还是跟我认识的女生朋友，所以真的对我造成很大的打击，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真的就有听进去大家包括我家人朋友跟我讲的劝我的话，然后我那时候才真的就是分手了。柯雅欣是清醒了，但是同样也让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的各位，其实说起来的父母亲反对或者我们这边感到担心，我们不说反对，感到担忧，其实都感觉到这个交往会有结果吗？这个交往下去会对你的未来是有帮助吗？我们就问大家，跟黑道的男友交往你觉得有没有未来？有未来的请打圈，没有未来的请你打叉，请作答。你觉得交一个黑道的男友，除不论任何的形容考虑，你觉得有没有未来？我们来看看多少人是觉得有未来的。只有79%。十二号妈妈，你觉得为什么会有未来？我觉得韩寒出状元了，不一定说，因为当帮主啊，真的，我一开始我年纪轻的时候，我对这个也是很反感，但是我现在年纪这么大，我看了太多事情了，不一定混帮派就是坏人。嗯哼，又好的，那你说一些这种，不要讲什么，也是坏人很多。那我说我们今天听，那我们今天听的故事不够完整。妈妈那我问妈妈答的是个叉，我嫁很好，可是最后还是离婚呢、啊。但是二号跟十三号，你们为什么也觉得是有未来呢？未来为什么不继续交往呢？我那个时候因为他有在吸毒，然后很多人叫我离开他，我就像那侯老师讲的一样。我可以改变他，就也像雅欣姐讲的一样，对，用爱可以感化一切。结果没想到我最后也跟着他一起聊了 key， 对，然后，对，然后可是后来我们两个一起戒掉了，然后他也有去抽血验尿，他也是真的戒了。我就觉得说，哎，其实他还是有救的。他虽然是黑道，可是不代表他一辈子是个黑道。他今天如果真心爱我，他喜欢我，他愿意为我做改变的话，其实跟黑道在一起不可能，不是说完全没有未来，还是有一点希望的。你现在还在等他吗？对。他在哪里现在？心中怀着一丝希望，痴痴等着有毒瘾的男友回头。这段与黑道大哥的恋情真的能有未来吗？跟黑道在一起不可能，不是说完全没有未来，还是有一点希望的。你现在还在等他吗？对。他在哪里现在？
他现在被起诉，因为也是毒品的案件。对，可是他应该只是进去乐界吧，应该半年会出来。就将来你还期望他跟你也许在一起，但你们两个都已经把这个不好的习惯戒掉之后。对，可是我觉得他应该等不到他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像很多一般的家庭里面认为的，跟黑道在一起没有好下场，他不可能给你未来。我是因为这样跟他分开的。我本来以为说我可以很洒脱，我可以不要一切，我可以完全不要这些，因为他是个，就只是因为他是黑道，我可以完全忽略他的好，然后一直想着说我每天都会被抓去关，我不要这样的生活，对，我应该要摆脱掉。结果没想到隔了，我跟他已经分开3年了，然后心里还是有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在等着他。他有没有在等你呢？他之前有，就哭的时候那一阵子有挽回我，对，然后后来他，而且那个时候他是真的变好了，只是我一直心态上不接受他，就觉得黑道不可能会变好。那后来他放弃他死心的时候，才又开始从事毒品的贩卖，因为他也觉得说，在他的人生里面没有女人可以让他值得重视的了，对。所以只要他把毒瘾戒掉了，你愿意接纳他回来？对。所以你之前也没有交任何男朋友？没有。那你跟他讲了吗？他知道，他叫我找下一个会更好。他说他会不会交女朋友，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切随缘分。可是他真的觉得他感情路他也是走得蛮辛苦的，因为也是很多女人因为这样离开他。他就觉得说可能一切都是命吧。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是两方的事情。好，那如果说今天有一方愿意，另外一方不配合是没有用。那我以刚刚我讲的那个案例，就是说以前那个是混大哥的，如果他的男朋友愿意配合，他有没有希望？那我会祝福你们。刘老师，你会祝福他吗？我的长辈朋友哦，他是在监狱中心做戒护员的，然后里面关了非常多漂亮的女生，年轻貌美，长发，然后很漂亮。问他们怎么进来的都不知道啊，就男朋友叫我去帮他运个东西给别人，我就被关进来了。所以我觉得二号你应该庆幸的是你现在还可以拿麦克风讲话。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如果今天你是被关在里面的那个状态的话，你真的觉得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吗？你失去的是你全世界，跟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全世界，然后你就被关在里面。应该要问的是这个，因为他都很愿意为了我戒毒了，我相信我还是有能力把他变好。好，那我就要再说了，我觉得呢，改变一个人呢，上帝跟佛陀都不见得做得到。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可以做得到的话，我只能说爱情大概就是最大的毒药吧。所以这位老师跟你是很中肯的一个，有祝福的，但是也提醒你不要被冲昏了头。后面的13号呢？我是相信我的眼睛所看到的，并不是每个兄弟跟大哥都是不好的。他们不是除了兄弟是职业以外，他们也是有别的副业。我相信道上有一个叫赵霸子，他让我看到的是，他第一他很顾家，偷吃插嘴；第三他让他老婆不愁吃不愁穿，就是很照顾他的家人。所以我并不觉得说跟兄弟在一起不会有未来。他还是一样有他的副业在，他并不会说一辈子就是靠赌博啊、毒品啊什么的。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他自己另外一块的发展。你的朋友在你旁边的，他打的是一个叉，他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最后你觉得不会有未来的？对啊，照了这个之后，我觉得不会有未来。可是还是要看人啊，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发现其实他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他就是一直想要从事做他以前的工作，那种感觉他就是在讲他之前的生活，感觉他很怀念之前的生活，很像以前很风光怎么样，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跟他那种人在一起是不会有好的情况。对，他自己的上进心不够。对，他的上进心不够。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没有。再有一个男朋友再来，而且还有类似的条件或背景的话，你就立刻不跟他交往了。不会。只要有这种背景条件的，你就完全不要再要了。就是会怕。尝到了教训了。对啊。12号你呢？不会。都不会了。不会。4号呢？不会。都不会了。雅馨你会吗？我不会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跟他分手之后还有一小段的时间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有被他影响。
就是这算是我跟大家一个小小的分享，不是很好的状态。就是我后来就是开始有上节目跟演戏啊，就是一些其他的作品是在电视上会被看到的。然后我有的时候只要谈及就是我以前感情的状况，然后我之前的那个男友就会打电话夺命连环 call 我，或者是他就会来我的网站或是部落格留言，就是骂我，对号入座，对，他自己对号入座，然后他还来就是大骂我，然后或者是传那种都是三字经的简讯，就是说你这女生怎么可以就是这样污蔑我，就是内容是很难听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凌晨半夜可能五六点就打电话来骂我，可能喝醉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因为跟这个男生分开，我是过得很战战兢兢。对，然后不管是电话、网路，甚至有的时候我都会很担心他会来我家堵我。对，所以我在家、我回家，我都那一段时间都是由我朋友陪我回家，不会让我一个人走。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像很像那个老师说的，很像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接下来付出的代价是我从没想过会这样的，就蛮惨痛的。所以你现在交男朋友的条件是什么？绝对不能够，绝对不能够有帮派的交往。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我会希望他有正常的工作，因为我像刚刚大家都有提及，就是有一些譬如说像大哥级的，他是可以给你很好的经济跟生活水准，但我的是他完全没有在工作，也没有收入，所以我觉得除了他不要有这样子的身份之外，第二个就是他要有自己工作能力，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子才不会就突然招金又跑去混黑道或干嘛。当然爱情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啊，可是我觉得如果一个爱情里面失去了很多甜蜜跟安全感的话，它真的还能算是一份好的爱情吗？这可能可以去思考的。譬如说你们约会的地方可能不是电影院啊，然后都是急诊室啊然后每天都是腥风血雨啊，然后凄风苦雨啊，这样会是一个让你念念不忘的爱情吗？这是我比较怀疑的地方。我站在一个比较家长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哦。基本上我是觉得说，当你们今天不管是我就儿子或女儿，他们开始在跟另外一个异性在产生交往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会鼓励就是电视机前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一定要让你们的亲子关系是保持畅通的，因为当很多的情况就是在你们年轻人，你们在你们的视野、你们的生命经历历程不是那么的了解很多事情，不是那么懂事的时候，不管是你或者是对方，好，那我希望说在这个部分父母亲的功能就要在这个部分当中怎么样站出来帮助你们、协助你们，然后甚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来保护你们。好，那这是我自己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应该给大家的一个提醒。谢谢。无论男朋友女朋友，最后还是跟爸妈介绍一下，对，我没错，认识一下。妈妈呢，我是觉得黑道也是要传宗接代啦所以嫁想嫁也就嫁了算了啦，就这样子。我无意否定任何人传宗接代的权利，不过二号，我个人我还是祝福你的。好，谢谢。你有没有最后的话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讨论是一个跟有复杂背景的男朋友交往。丹哥，我有话要告诉他。好，你下次会等更久。没有，因为他是有改我才会有希望。他如果没改的话，我很难改啊，碰到毒很难改。没有，他真的抽血验尿两年，他都就是去喝那个美沙酮啊，就是戒断海洛因的那个药啊。然后这两年来真的验出来的验血验尿，然后就是都没有毒性反应，而且那个医生还在上面病历上面写好，哎 ，good patient， 好病人。我就觉得哎，他是有救的，他是有救，他只要他变好，我还是会等他。不要否定，真的是有改邪归正这件事情。在我们社会上每天都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祝福您在感情上永远找到最好的伴侣。再会。